而台湾有来自古巴的音乐带你欣赏。就算你对古巴音乐一无所知，听到乐师浮生路的演奏，自然流泻出来的音乐仿佛置身古巴，你也会爱上这片土地，随之起舞。简单的乐器，比如最基础的沙锤和木吉他，演奏出的乐声节奏感十足，乐手表演时真情流露，十足的渲染力让台下观众跟着他们进入古巴的经典文化。平均年龄七八十岁的老乐手拍摄纪录片、录制专辑，甚至巡回全球演出，把古巴的音乐精神传送到全世界。四月份，他们也将在台南艺术节掀起另一波古巴音乐狂潮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